开灯了。
然后再一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一，哎，这个末端是不是一个厘米啊？检查45度角的地方，到这是不是一个厘米啊？检查一下，12厘米长的丝不多不少啊。你要是一看，这不是一个八九角一下吧？不行的。打到75度多好啊！
就是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就直接一次打到45，我是没有这个本事。打到75度，关灯不能照啊，照不了啊，太暗了。谁来开开灯啊？好像晚上那个开工这样。